3月3日，乐团苏打绿在台北小巨蛋激情开唱，现场除了众多好友送花篮表示支持之外，蔡康永、蔡健雅、范玮琪、陈柏霖、刘品言等皆现身力挺好友。此外，最近正在享受甜蜜恋情的 Ella 也神秘现身，并在台上大秀舞姿。苏打绿一向在台上表演时都很随性，而今日带病现身的蔡健雅被问是否担心被点名上台时，她笑言自己还在恍惚中，如果上台极有可能会晕倒在台上。我会传简讯给她说，千万不要把我拉上台，因为我在台上今天应该会昏倒。你觉得情况会听你的话吗？她通常有在听吗？他通常都不会听啊，但我也不听他话，所以他怎么叫我也就在下面跟他笑。对，另外蔡康永低调现身，而被记者问及对今天的演出有什么期待时，他笑道清风透露有一个在康熙来了被盘问得很惨的人做神秘嘉宾，所以很好奇这位神秘嘉宾是何人。清风跟我说一定要来，然后他叫我要做到最后，因为有神秘嘉宾是跟他一样在康熙来了被盘问得很惨的人，所以我要看是什么神秘嘉宾跟他合作。